吴亦凡和鹿晗合唱了一首歌，这是真的，不是愚人节玩笑。就在刚刚，吴亦凡和鹿晗合作的新歌《咖啡》正式上线，不到十几分钟时间，这首歌在 QQ 音乐的评论数已经破万。有意思的是，这首歌是吴亦凡亲自作词作曲的，歌刚发，好朋友黄子韬也来凑热闹，发微博为俩兄弟打 call， 已经听过100多遍了，哈哈哈。队长放了一遍，鹿哥放了100遍，加起来101遍，导致于我现在出了新歌晚点再听，哈哈。鹿晗最近也是忙得不得了，不仅和吴亦凡、活久见的合作了新歌，还在新加盟的综艺《创造营》中担任了导师一职，和黄子韬再度同框。3月31号，鹿晗工作室晒出了一张他彩排跳女团舞蹈的花絮照，照片中鹿晗的穿着可以说是十分低调了，脸被遮得严严实实，一点也看不见。